好，大家好，我是林长。那今天就是收到这个，今天是1月2号，1月1号上任，1月1号元旦放假嘛，那1月2号就收到这个公所来的函，那告诉你说就是现在就是1月1号的零点开始呢，好，就是30跟60的零长撤换变成新的零长。好，然后呢，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他们同时解聘啊，我们同时生效，任职生效。然后呢，就是如果新的领长哈，就是没有参加全民健保的话呢，就可以拿这个函呢到原本的健保单位转出，好，然后呢去找公所的小姐办理这样子。然后呢，领长呢衔牌呢要请里办公处呢添于新的领长家门口，就是他会写说你是第几领的领长这样子。然后呢还有就是告诉我们，就是领长齁、桃园市里长领长的服务要点跟领长领聘解聘的一些要点，好，然后所以就请大家就是响阅。好，那我们就先来看桃园哦，很长，比那一天拿到的还要多很多齁、所以我们来逐条来研究一下哈。第一个就是桃园市里长的服务要点哈。那桃园市政府呢，为健全全里邻的组织，好，落实基层为民服务的工作，提升里长跟邻长的服务功能，好，特定了这个要点。那里办公处呢，设置里长提供该里内的场所为原则，然后设置该里内之里民活动场所或者是其他适当的公共场所，然后就是方便大家洽公为主，好，便民服务。那就是以编组为领，好，设领长一个。那领长呢的另聘就是规定，就是本政府有另外的规定。好，那里长受到的工作，好，就有一二，好，那这边我们就跳过，因为我们是领长，我们看领长的。那领长呢，就是应受到里长的指挥督促，好，办理就是市政府的宣导跟民情的反应，还有市区政府的宣导资料的发送，还有区政户政的工作推动的协助，还有里邻工作汇报要出席，还有里民呢参加里民大会或基层建设座谈会的时候要通知，还有督促。然后里内的环境就是清洁维护，好，然后里内紧急事件反应跟救助的协助，还有敦亲睦邻跟守望相助工作的推动的协助，还有精神病严重病人及传染病的防治的协助，还有社会福利急难救助的协助，还有高风险家庭通报的协助。好，然后后面就是后面就是各类灾害的通报跟书册的撤离宣导协助，然后区公所跟里办公处交付的一些其他的为民服务的事项。好，那好，那里长也会有里长的这个工作讲习啦，齁，然后领长也会有领长的讲习，齁，然后好，那这个是跟里长之前给的那一张单子是比较雷同的。好，那这还有一个桃园市领长就是聘雇跟解雇的一些实施要点，齁，这个可能就是权益范围内，齁。好，就是市政府呢，就是为规范各公所的领长领聘跟解聘的事宜，齁，那各里内的各领呢就有领长一人，那领长就是必须户籍是在这个该领，齁，然后的成年人，齁，然后也没有其他的违规事项，齁，然后领长的任期跟里长是一样的，如果里长连任，那领长就跟着连任，然后受里长的指挥。好，那领长的聘任跟应将性别平等，就是说男生女生都有啦，齁，然后呢这个就职之后呢，就是30天内完成这个领长的领聘作业，齁，然后报到区公所去核定之后就开始发给聘书。那领长如果有下面的情况的话呢，就是发生30年内就提出具体事实，然后就会解聘。比方说他被有期徒刑了，判刑了，然后或未受缓刑的宣告，或未执行科役罚金，然后或者是不得役服劳动服务等等。然后第二个就是被保安处分或者是感训处分
的确定，或是因案被通缉，褫夺公权，误为尚未复权，然后受监护宣告或是辅助宣告尚未撤销，户籍迁出去了也是一样。好，那涉及但未实际居住该邻内或警察机关通报为空户，好，或者是该邻经合并或者是被撤裁了。那还有就是没有正当理由没有出席的邻长会议，还有邻长的训练、里工作汇报、里民大会、里基层建设座谈会，一年如果达三次以上就拜拜。好，还有是罹患重病行动不便难以执行职务，或是因故不执行职务，然后甚至是未能配合区公所或里办公处交办的具体事实呢，足任有影响区务的推广之余。好，那如果这发生之后三十天，然后呢就可以就是解除。好，然后每三个月呢就会看一下你的户籍是不是在这里。好好，再过来，邻长呢辞职应该有申请书到里办公室报请区公所之后核准之后生效。那邻长于任内有辞职、解聘、死亡或者是发生日期15内，就应该到邻长的区办公室所补聘，好，直到原本的任期结束。好，那补聘的邻长就职日呢，就是临报日的四月的一号开始。那区公所呢，在邻长异动后，将邻长异动名册在四月的五日呢，要函报本镇就是桃园市政府好民政局备查。那区公所每个月的编长邻长的工作协助费，好，就是刚刚之前讲的一个月2200这个部分，于区公所呢依邻长临聘名册核实之后就会拨付。那前项的费用按邻长在职月份发给，然后不会因为他离职、解聘、死亡的时候没有满全月而受影响，就是他如果做一半是给一整个月的这种感觉。那本要点的书写模式就是由桃园市政府民政局所订定的。 好，这个就是来文告诉你应该做些什么事情，那也是蛮详细的啦，都有 很正确的那个，就像里长讲的被查核三次，好，超过有三次那就拜拜，不好意思了。好，那就是这样子。 好，那就先分享到这边，拜拜。